举着标语握拳喊口号。时代力量立委揭露，无党籍苗栗县长候选人钟东锦涉嫌占用国有财产署和农田水利署位于苗栗卓兰的水利用地，更在国有土地上盖违建。一个县长候选人带头在教大家怎么违法。苗栗县政府在徐耀昌县长的包庇纵容之下，装睡的人摇不醒嘛，遇到权贵，遇到议长。就转弯，秀出卫星空拍图前后对照。立委指出，2004年就有两栋建筑物与统日砂石厂连成一片，目前增加为三栋建物，自成私人住宅区。涉及到农学署经管的7678跟741的两笔部分土地，那使用面积大概是80平方公尺，使用到本署经管的水厂段767D号国土地了哈。那使用面积大概是90平方公尺，以民事诉讼来取得执行名义，然后以便于做后面的那个强制执行。国产署和农水署都表示将委托律师在下星期提出民事和刑事告诉，但立委也说与中东锦有关的三间砂石厂同样占用国有地，24笔的公有地，然后涉案面积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尺。议长中东锦只是把土地租给砂石厂。完全没有参与经营，要罚的是行为人，不是地主。这些立委诸公搞错对象了。距离投票倒数不到20天，中东锦的争议不断爆出，也让苗栗县长选情再次受到各界关注。华视新闻记者潘家仁、吴昭清台北苗栗。